他拿了虎峰食物过来，蟑螂主持人的位置在这里，有人抓到，有专车。 他坐特斯拉，就欧尼的那一台，他自己会上车这样。自己上车，这个是捡便袋，把便便放在这个林地儿里面。周一到周三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在30频道，那个女生。